当我来找喜欢的女孩一块吃饭时，看见了她和其他人在一块，心里还挺不好受。不是，林达出来了，你不是跟她？她是我班长，她叫我做表格呢。看起来不是什么好。我有啥误会的？你还从昨天剧情里面走出来呢？才没有。那本来就是，我又不是你男朋友，跟我姐那么多干嘛？你还吃不吃饭了？话怎么那么多啊？肯定吃着了。哎，但是你不能吃昨天那么辣，要不然人家又该疼了。用你管？不是，现在脾气这么大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大。哎，你这耳机里听啥歌啊？你听听看。这是什么歌？我只喜欢你啊。啊？歌名了，你想什么呢？哎，我也喜欢听这首歌。对呀、啊，那我们继续一样喽。虽然吧，我唱歌走调，但是歌不会走调。学长是不是经常这样撩女孩子呀？哎，怎么可能？你都把我想成这种人啊？怎么不是呀、啊？我可能只对你这样。我才不信呢。